哎，这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啊，母亲节是咱少年老母感谢老母的温情的时间，啊，咱拢会想办法啊，甲妈妈庆祝母亲节。啊，请妈妈站起来好不好？咱中间你那是妈妈，请你起立。啊，咱做今仔日吼，甲妈妈拍鼓啊，表示咱的感恩吼。啊，阿姐，阿妈妈过母亲节吼，啊，一面足欢喜，啊，一面嘛足烦恼，因为母亲节了吼，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啊，咱今日来看这张图了，回去吼，啊，唔好让母亲节变作妈妈搁一该受苦的机会。母亲节啊，咱来学习一个老母的祈祷，这个老母叫做汉娜。啊，拄啊，苏伟有甲咱读真长的一段圣经。啊，伊想要做妈妈，总是伊未生，所以就予伊的另外一个某吼，伊迄个翁是娶两个某，一个干唔干？啊，甲欺负就是啦。哦，你未生，你有啥物路用啊？哪啦？啊，足艰苦。伫上帝面前拍拼祈祷，啊，尾啊，上帝有怜悯伊，予伊生一个囝，还甲迄个囝讲，伊要永远献予耶和华。啊，这啥物意思？啊，你若对体育有注意的人，啊，1996年亚特兰大 Olympics 有一个节目，啊，大家真感动。啊，这个查某囡仔叫做 Carrie Strug， 啊，伊是代表美国要甲苏联拼迄个体操比赛的最后的决赛。啊，咱知影过去的体操差不多拢是苏联得冠军，美国门都没有，摸未着边。啊，今年是因上哇，甲苏联的迄个比赛分数，足哇足哇，有机会得到冠军。啊，总是伊个头前的一个，因为有七个一队吼，头前迄、那个啊在跳迄个跳马的是啊无好，啊所以就大家靠伊，啊无拍算伊第一遍煞跋倒，啊脚骨阁受伤，安尼就无法度啊，伊有第二遍的机会。啊，当时伊就问伊个教练讲。敢爱去跳？教练讲你尽量，因为咱要得到冠军，今年是机会。爱受伤的脚去跳，跳一个差不多要满分哦，9.7以上吼。哦，大家拍啊吼！因为因这代表国家吼，表现好，本来大家期待表现好，总是受伤了，啊，佮努力啊，佮表现好，哇，大家足感动吼！啊，迄个舞，伊上尾啊，伊跳迄个跳嘛吼。咱来，伫足困难的下面，伊努力来，予咱留一个予咱真上少年的一个努力。汉娜的祈祷，对咱来讲就是安尼。伊伫足困难的下面，足侪困难的下面，用留一个真水的祈祷，予咱同少年同学习。汉娜有啥物痛苦？伊一个结婚，就发现伊无法度得到因翁完全的疼。虽然伊的翁是较疼伊，总是因翁有两个某。所以无法度得到100%先生的疼，是都要面对两个太太甲一个先生这款的婚姻。圣经讲，伊伫加拿是这个伊法莲人，总是你若去甲查历代志上，你就知影伊毋是伊法莲人，伊是住伫伊法莲的利比人。啊，伊每年都为南啊，因兜住伫遮南啊，带规家伙去到西罗。上帝的迄个会幕是放伫寺庙的所在，所以每年就去遐，敢若朝圣啊，去遐全家去遐敬拜上帝。啊，这是一个真健全的一个家庭。当时伊的婚姻是啊，两妻吼，迄当时的风俗习惯是会当娶两个某，所以汉娜一个结婚就是面对爱甲啊比尼娜做伙竞争伊的先生的疼的一个场面。历代志上6章34节，咱就知影伊伫加拿属实是利未人。所以伊个囝仔当有可能做这些的可能吼，啊那依法的人照讲是门都没有吼，无可能吼。伊古约马拉基2章15节讲，上帝虽然有够力，同去做足个好啊，总是伊干那做一个，因为那安尼当得到天神的护佑。所以上帝本来意思的五万人是一夫一妻来栽培咱的细囝，所以耶稣讲。起头做人的是做男做女，
两个人爱离开父母，甲伊个某联合，成做一体。耶稣讲，这是一男一女的婚约。结婚了后，一般太太就唔忙有一天会做妈妈，拢是真趣味。以色列的祖妈拢未生，啊，拢真水，真水，啊，总是拢未生哈。啊，所以要做妈妈拢真困难，真困难。啊，这个图是以撒，啊，甲利比加哈。以撒因为伊个某未生，就替伊个某祈祷，然后应允结婚二十天，啊，才生囝哈。啊，撒加利亚甲伊个某伊丽莎白嘛是未生。虽然伊做祭司，伊伫祈祷，甲足老足老，因某差不多无可能怀孕的是上帝在，西天赛甲伊讲，我互你生一个囡仔，迄、那个囡仔就是平生的约翰。啊，这个汉娜未生就咧艰苦啊，总是另外迄个某是足好生，啊生甲一对囝吼，啊所以就有机会甲伊欺负啦，吼、哦。啊，这个伊丽莎白啊，两个某，一个比尼娜，啊一个汉娜。汉娜的家庭是受到这个比尼娜的凌迟啦吼，厝里内底呐拄到厝内人个哩凌迟是足艰苦的吼，厝内人应该是三听，叫做是三病吼。约瑟伫因兜就是拄到伊的兄哥，家欺负吼，唔爱家讲话，互伊艰苦心啦。爸爸较听约瑟，啊，即卖讲讲这个安较听汉娜，爱愈听啊，伊就愈受气对不？啊，愈受气伊就愈歹命。吼、哦，伊就愈个欺负，啊，这是家庭一个真困难的经营吼、哦。啊，这个约瑟所拄着嘛是同款。有当啊，咱有着咱的信用，有当啊，厝里嘛会拄着艰难吼。耶稣基督讲，人的冤仇人是家己厝内，这是上艰苦心的代志。啊，这是个另外一对吼，迄、哦那个利亚、拉结，啊，这是雅各的两个某。啊，这个单眼皮，这个双眼皮啦吼。哦啊，雅各较疼这个，啊，总是这个未生，啊，这个较无个人爱，啊，佫直直生，真好生吼、哦，啊，所以类似的情形就发生，啊，当然拉结，都讲过，有一天起码袂同伊跟雅各冤家，讲你若无我生，我袂活吼，啊，雅各无退气，都雅各同伊讲骂，咪讲迄上帝的代志，你怪我要创啥吼，因雅各无体谅伊啦吼，拉结看家己未生囝，就嫉妒。阿哥讲，你有我囡啊，阿无我就要死。阿哥该受气哦，讲叫你未生是上帝啊，你甲我讲哪有效吼、哦？所以一个太太未生，啊先生佫无体贴。啊，我想伊丽莎娜比阿哥较好啦。伊是甲讲，我敢无比十个囡仔较古锥吼？伊讲你是古锥，不你老古锥咧都无共咧嘿。你哪会使比囝啦吼？囝是囝，翁是翁啊吼。哦，我想有不孕症的人就了解迄个意思吼。问题不是翁有听也无听，伊无法度做老母，你哪一个感觉？做妈妈的迄个经验都无个，迄翁无法度取代嘛。啊，伊哩囡仔无法度体谅因某这个艰苦。他讲啊，我对你较好啊，啊无是要安那吼？意思是讲我都不在意你有没有小孩了，啊你为什么你哪会遐受气啦吼？迄个太太可能嘛唔知变哪讲吼，伊就是爱做妈妈，啊就是无法度嘛，无法度嘛吼。啊，因翁无法度体谅，所以甲讲我比十个囝较好吼。而且彼得前书讲，做翁婿，都爱要体谅你的太太吼。当有困难的时，需要你的敬重，需要你的安慰。啊，伊厝里吼，我想吼，伊离囝仔若房间较一间吼，这个干妹伊走去平顶，还是也无要紧啦。啊，去拜拜的时就袂使啊。哦，规家伙拢坐共一架车嘛，对不？哦，啊去到遐个时，你敬拜上帝，啊了后，献祭了后，迄、那个一部分摕转来村里分的是大家拢伫遐嘛。啊，伊汉娜就无得避，啊，这比尼娜就当开好，找机会就甲敬。啊，所以伊煞食袂落去，虽然因翁个分较济分，分较好分，啊，这胃口无好，心情无好，啊，所以一直哭一直哭，啊，食袂落去。啊，尾来想想的，当遐食袂落，无爱食，啊，家己走去祈祷。啊，伊艰苦啊吼，祈祷全啊无出声啦吼。啊，一支嘴淡淡，吼，敢若滴嘴唇叮当，啊，无出声。啊，这个伊哩坐里啊，看讲，啊，这个查某人哪会安尼吼？啊，祈祷阁无出声，啊，想讲伊啉酒啦。讲啊，酒嘛，莫啉遐济吼。啊，今摆上台时，当啉酒，莫啉到这类型的安尼，会足艰苦心嘛。伊讲我咧艰苦，
啊，你搁甲看做无正经吼，都真可怜吼，伊叫这些误会啦吼。我想这些误会有原因啦，因为因两个囝无好啊，真正啊，伫迄个会务遐有一挂无正经的查人，发生一挂代志吼，所以这老这些心里有数，但系讲有这个问题，啊，想讲汉娜是迄款的人，啊，那在汉娜根本唔是，汉娜是真正经的人，还是艰苦心那点吼。玉成也是叫误会，伊是足乖，啊，总是三样白气有无吼？啊，总爱去学头家甲掠去关。有当下咱咧做人会拄着安尼吼，就是讲你做甲真好，总是叫误会啦，吼、哦，叫想唔着去，啊，你会感觉足艰苦的吼。保罗带一挂外国人，啊，外国收的现金提起亚罗塞令，啊，因伫亚罗塞令上看到保罗甲一挂外国人咧行，啊，保罗佫一摆入去圣殿去咧啊，献祭的时。因就改控告讲，伊带外国人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圣殿外国人袂使入去，所以伊嘛叫误会，啊叫掠去吼。所以，咱的热心总是有当啊，会拄到人的误会。啊，那伫即款的困难的下面，伊甲上帝就大声祈祷。啊，伊当年拢忍受这个痛苦吼，啊，上帝都拢无甲回应，所以伊是足忍耐，偏好上帝施了恩典吼。诗篇讲，我捌忍耐听候耶和华，伊就听我的呼求。忍耐听候，这是其中含了一个予咱学习的功课。第二，伊规巴肚的艰苦，伊甲上帝讲，伊无暗藏吼。伊只吼，英语是写 bitter 吼 ，bitter 是苦毒啦，应该是足苦足苦吼，拢甲上帝讲。啊，这意思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咱到上帝面前。我们不必惊啦，啊，咱唔免争一个讲讲无啦，我还好啦吼，唔免啦，你实在是甚至有足负面的感情吼，你甲上帝讲不要紧，含那就是你所有拢甲上帝讲，甲上帝道就是啦吼，叫做倾心吐意啦，伫上帝面前，甲你内底特别是负面的情绪吼，会当甲上帝讲，一切烦恼，一切万分，一切忧愁，一切忧虑。拢写给上帝。诗篇有差不多一半的诗篇是表示内心的艰苦，甚至无欢喜、受气、万分，拢甲上帝讲出来吼。鼓励咱伫上帝面前，会当甲咱的感情吼，特别负面的感情，会当表达出来。然后伊就甲上帝讲：“讲我爱生一个囝，我爱生一个囝。”讲真清楚吼，伊甲伊的心内所爱的。甲上帝托讲，你想赐我一个囝。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讲，早起时我要向上帝讲我的声，要表明我的心意。甲咱所爱的甲上帝讲，上帝无一定照拢所爱的予咱，总是上帝会答应咱的祈祷，就那个吼。所以你需要啥，虽然你爱无一定对你好，总是你会当甲你爱甲上帝讲，也不要紧吼。喊那就甲上帝讲，我爱一个囝。上帝予伊个比一个囝较济，予伊个是以色列欠缺的领袖，毋是干呐予伊一个囝了㖏吼。啊，所以伊伫上帝面前迫切甲上帝许愿，讲我要予伊一世人归耶和华，无要用剃头刀剃伊个头，啊，这就叫做拿细尼人吼。等下我甲恁解释，拿细尔人吼，这是犹太人一个足特别的伫上帝面前许愿啊，因大部分是许讲。三个月、五个月，为着特别一个代志，伫上帝面前，因袂使饮酒，啊，因袂使剃头髪，啊，因袂使参加葬式吼，袂使去夹着死人，这是因三个下愿吼，还有什么意思？到底安尼是要表示啥？啊，用这汉呐，囡仔要无，就甲上帝讲，我若生一个囡仔，毋是予伊一个月、两个月，予伊一世人吼，我要予伊终身，一世人归耶和华。啊，当然，只干阿写讲无剃头安尼尔吼，即代表是无啉酒、无剃头，啊，佫爱无落、无忘死人吼。哪国当伊因遐佫要甲抬咧走路的时，摇花伫迄个罗斯的路顶，用迄、那个蜡烛，甲伊天天甲伊讲话。哪国伫遐嘛甲上帝许愿，伊讲上帝，你若真正保庇我平安倒来，我就要用你做我的上帝。保罗伊嘛捌许愿，所以到真格里的时。伊下下完到期啊，所以才底下剪头章。所以这个无剪头章的这个下完，甲保罗的时代，要有人在做，要有人在做吼。
啊，时间到，伊就欢喜，将这个囡仔带到父母，伊心愿啦吼，可以终身归服耶和华。今年诶，传道书讲你呐，甲上帝下愿唔好啊，怎咧未记你啦吼？讲讲诶，怎啊吹气吹咧怎？对你讲，你呐下愿，无你就卖下愿；你呐下愿，你就爱平愿吼。这就是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讲有四个人有下愿，啊，保罗带因去，啊，甲因做爱出这个规会吼，啊，然后再剃头吼，这个平愿的咧，这个故事啊，有一挂功课咱会当学习。第一个就是这个啊，伊利甘纳吼，伊利甘纳伊是利未人，啊，伊的婚姻当然有一挂问题吼，因为两个某中间关系无足好势。啊，这个比利娜啊是生几个囡仔，啊，这个未生吼，都是伊利甘纳有法度把两个某甲所有囡仔带去圣殿敬拜，啊，这个是一个互咱感觉真好啊，是大人吼，伊每逢献祭时就甲规家庭吼，包括两个某甲所有囡仔，拢带去示罗，带去回报敬拜。我想咱所有做老爸的人，嘛，唔忘一个期待，就是咱有法度甲囝儿带到上帝面前。好，也要敬拜耶和华吼。啊，那安尼，咱的全家拢会得救。总是，迄当时的教会无甲偌好，迄当时老牧师是还好，少年牧师表现无好，哎吼。啊，伊哩囡仔虽然伊哩两个囝是非类，是圣殿胡乱来，总是伊哩囡仔无讲，因为祭司无好，所以咱卖拜吼。伊知影咱去拜，毋是拜迄个祭司，咱是去拜上帝，啊，这无简单嘞。大部分你看一间教会，若是牧师出问题，鬼友就走了了吼。哦，咱走别位啊吼。伊哩讲啊，毋是，伊讲迄个遐是咱的上帝的所在。虽然上帝罗卜有无好的所在，但是我其实敬拜上帝。伊无互迄两个无好的祭司影响。领袖无好，总是伊无互伊影响吼。伊有两个囝，一个叫。好混泥，一个叫灰泥盒。啊，你啊看人献祭吼，腰背抬了吼，伊迄个签啊入去，啊，就伊要爱食倒一个，啊，就人搞去食吼。你较慢一丝啦，人若拜了仪式做了，应该爱互祭司，都互祭司嘛，伊等袂掉啦，吼。啊，所以后尾去拜人，感觉足啊足无好个嘛吼。嘿，大家拢知影吼，应该就安那，啊，即拢该做做了后，是底是祭司个，都互祭司。啊，是阮的，阮就提等于大家去吃，这有一定的定数嘛。伊唔是啦，伊感觉乌兰母安尼吼，啊，有一挂姊妹伫遐吼，伊就甲人伫遐有无好的性的关系，所以这两个是正歹的祭司啦吼。啊，因老爸无法度教这两个囝吼，有甲因讲啦，讲你唔好安尼，啊，总是两个唔听，啊，老爸也无法度，啊，到尾啊，这两个拢叫上帝来处罚吼。这个何芬妮甲菲尼哈，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所罗门死了后，伊个国家叫上帝给分做两国，一个十族叫亚罗波安，啊，伊个叫罗波安两族那点，啊，这亚罗波安惊伊，这个老百姓佫转去南国，所以伊就家己设庙啦，吼，哦，百姓伫遐拜，亚罗花就无欢喜，啊，亚罗波安有一个囝，迄，那个囝足乖，啊，迄，那个囝挂病，亚罗波安就甲因某讲，你去问神帝。先你叫做阿兄啊，你去问阿兄啊，啊，这个囡仔会好未好？总是因某就化妆，当作别人，惊伊认出来。啊，阿兄啊，已经老家已经白内障，看无啥有啊。总是上帝甲伊讲，今日要来你家，迄个查某唔是别人，都是国王的某。啊，你甲讲，你做了无好，虽然你在甲我问，总是你会惊，一定会死。啊，死是上帝稳定，你敢要听到安尼这句话吼？因为将来这个啊啊。亚罗波安的贵族的贵家庭啊，拢会去互对敌杀死了了，无一个有人通防待。干那这个囡仔，因为这个囡仔足乖，哦，伊无伊个时代人影响去吼，时代人乱出来，总是这个囡仔足做啊做啊，所以上帝讲，哦，也当入土为安，哦，这是足奇怪圣经一个故事吼，哦。所以你讲属亚罗波安的人，干那伊就是这个叫做阿兵啊，阿兵啊是这个囡仔的名吼。哦会当得分母，因为伫亚罗波安的家中，干那伊，亚罗花以色列上帝显出好所见，所以这个囡仔嘛是一个真可取。伊无因为是大人做了无好，伊就把他对咧做无好，伊家己会当坚持
你爱做好吼。耶稣嘛讲，讲迄个法利赛人甲恁教的是对，因所行的是唔好，所以呢，因讲的你就去做，啊，因行的你卖去做，吼、哦。俺望即句恁有听吼，做牧师若做了无好，你唔好照我做的去做，总是我讲的若对，你嘛爱去做，爱知吼。我即句话定甲阮囝讲，我若开车的是照我讲的去开，唔好照我开的去开啊。安尼叫做巧的囡仔吼，哎，唔好啊！明明就知影老爸做了无好，啊！你佫对老爸迄个型，啊！叫戆呆吼。这是这个啊，这个啊，用汉那的安吼，伊哩讲那是安尼吼。虽然这些做了无好，总是伊继续吼，伊、哦、继续敬拜，无影响。啊，汉那受到厝里的人该逼迫的时，伊到主的面前祈祷。但是讲靠赖上帝，言语讲 cry out to the Lord 啊，咱甲上帝大声吼，不要紧，做你家吼，我真可怜，我用欺负吼，用欺负我足惨吼，因为若无咧，咱规身规若无甲上帝靠吼，咱就是想要安尼，想家己要报冤仇啦，吼，用欺负甲挡袂掉嘛吼，安那个对付，安那个应付吼，啊，你若甲上帝靠咧，啊，得到逃亡了，可能较无需要去。不完成啦，所以，而且视频一百四十三篇讲，我的对敌甲求的是上帝啊，你保护我脱离，让我会当秘伫你的内面。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唔好家己伸冤，你宁可等候上帝来替你伸冤吼。你家你的艰苦，甲上帝讲。过来一个咱学习的，就是讲，你真敬虔，总是。无一定人会甲你娱乐，有当啊人会甲你攻击，你会敬虔吼。啊，汉那底下敬虔咧祈祷，竟然去吼，这是家己误会，家己讲伊是无敬虔吼。啊，这个这张图是迄个敬虔的阿伯，去吼无敬虔的该问怕死，怕死，因为伊敬虔，啊，所以嫉妒，因为上帝感纳啊感纳阿伯的罪，啊无感纳该问的罪吼，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你伫上帝面前行了对，无一定会拄到人会甲你肯定，有通啊人会变到同边啊甲你攻击，所以拄到攻击，无代表你做了无好，无定你是因为做了好，所以人看了起膜拜，甲旁边甲你讲，嘛有可能安尼啦吼。阿伯，而且叫该问怕死吼。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你若立志伫基督耶稣内面要敬虔度日，会拄到疫病。他那底下考的是本来啊、这个这些伊哩加误会，爱甲伊解释了后，这些就甲讲啊，无你是咧祈祷啥？伊讲我都未死呀，哦，我说上帝面前咧哭，这些甲讲啊，安尼你平安回去，上帝听你的祈祷，哎、欸，足趣味哦。他主要是甲误会迄个这些，啊，即马了解了，甲伊祝福了，他那怎安尼安心落来？真趣味哦，伊怎安相信讲上帝有听伊的祈祷，啊，伊就无去哭哦。哎，伊就讲愿女婢伫你的目前蒙恩，伊就无阁带修养，就去食饭吼。所以伊是用伊的信心来领受上帝，因为伊还无生了，干那底下听到这些家己讲啊，那你平安回去，上帝会答应你吼。啊，别人嘛是同款，要无囡仔的是上帝甲讲，我要给你囡仔，伊就相信，啊，变做咱信心的老爸。人都有书一章二十节，上帝应允无论偌济。在基督里面都是死。再来一个讲过，我们可以学习汉娜跟上帝提愿，说你如果我生孩子，我要给他献给耶和华，永远做那些女人。都是第二天他的公说、啊、时间到，我们要过来拜拜。汉娜说我可能暂时不去，因为孩子要被锻炼，所以他没去。啊，因翁嘛，永远伊无去。啊，我只讲有一个广告，咱当学习就是讲吼，迄、那个教会时间吼，有当咱咧永远有一个家庭，因为囡仔的关系，因为家庭的关系，应该互因休困。你两个意思无？吼、哦，唔好硬来论吼。上帝真知意咱的家庭，安那照顾咱的家庭。唔，那生囝的时也使休困吼，娶某嘛也使休困，有迄个新婚假，唔知恁知影无吼？所以呐，结婚了也使啊无事况。啊，那无去哩吼，甲翁婿讲，我爱甲饲恁啦吼，等后伊若断恁，
我才带伊去见耶和华。啊，这就是新婚者吼，这是新命第二四章。拄则娶某的人，唔好互伊啊参加长地主还是什么主吼，唔好叫伊办公啦吼，因为伊爱当主办事事安尼吼。所以这意思是讲，上帝真知咱的婚姻，真知咱的家庭。所以这时阵，咱来想这个问题，就是讲，咱敢会为着教会事工牺牲咱家庭，咱需要照顾的所在。而且汉娜甲因翁讲，这个囡仔要长命，所以虽然咱逐年我拢对你去，是毋是容允我卖去？哦，这个会当暂时休困，这个经营，这个是我感觉是会使啦吼。亲人若无顾，伊讲比无信的人较惨。过来一个，我要讲足着个地方。汉娜敢唔知影讲伊哩迄两个囝归类，爱甲伊个囡仔去藏伫迄个所在，敢袂去用刀派去？哦，啊，竟然无用刀派去。所以我相信汉娜伫伊个三母女伫伊个身边个时，已经拍拼个打，你听我意思无？哦，因为提起了就全住伫遐咯，伊一年个当去啊，探望一摆，做一领细领衫去，哦，去给伊个囡仔穿俩，伊袂。伊就会受伊哩啊，甲遐个诶圣殿会无遐个人的影响吼。总是观看圣经哦，三母女敢那无好，这两个废类的祭司错派去。我就感觉讲，安尼一定汉纳迪要有机会甲这个细囝是，甲这个囡仔教甲真好势，所以都未去用拖去吼。所以咱父母若伫囡仔细汉的时，该教在后日再转去学校去外口，就较未去用啊。拖来拖去就是啦，咱得该上帝祈祷，咱做老母吼，该上帝就讲，等我要有机会影响我的囝的时，我爱好把握迄个机会，好好影响，互伊伫主的面前，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因为将来早晚伊要离开咱嘛，啊，外口的影响你都唔知道是要什么影响啊，对无吼？你无阿多把握，所以你我都有法度的是，你好好改革，啊，然后一去外口的时，伊就要去互看歹去吼。这两个少年人是真歹。当时撒母尼穿细麻布的衣服店徛伫耶和华面前，啊，这句足出名，就是讲，这个细汉囡仔无哦，这两个大汉的错派去，哦。今年二二天第六节，你若教养孩童，予伊行应该行的路，安尼伊到老也袂偏离。啊，我足唔嘛，咱每一个时代人，咱的囝就是安尼，咱有法度个教，咱尽量个教。啊，天后有法度，无法度个教的是，伊家己已经徛会知，吼、哦，会当伫主的面前，袂有人错害。我想天母台的阿嬷甲老母就是安尼，所以因阿嬷甲老母的信心，这个无假的信心，有传落天母台。啊，天母台后日来正做教会重要的一个工人。啊，那我感觉上佩服的就是这句吼、哦，我将这个囡仔归予耶和华，予伊重新归予耶和华。啊，有人想讲归学以后，我就是做牧师嘛。迄才是我讲毋是，毋是做大祭司，是做那细尼啦。安怎讲呢？我给伊归学呀，毋是去遐做祭司啦，是伊一世人做那西尔人吼。即那西尔人吼，啊，你若有趣味去看《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伊个。安尼，这是这个电脑无西伯利亚人，不，这是西伯利亚人，即款造成安尼吼，叫做纳吉尔，叫做纳吉尔吼，纳西尔人，伊的意思就是分别设性归上帝。啊，根据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二一节，伊酒抓无做上，所以是三不，纳西尔人三不吼，第一个是无饮酒，第二个是无望尸体，第三个是无剪头章吼，这因。就做这三个，啊，这三个我相信有特别的意思在那吼。饮酒会放荡，哦，所以无饮酒的意思是讲，让伊做人无放纵私欲。尸体是犯罪了后就会死亡，所以伊无一及到尸体，是讲伊一世人未去沾染这个罪孽，哦，无放纵。啊，无作业，无做罪吼，无犯罪，无剪头章。头章伫圣经的记载中，查某人就爱留长头章，代表是福全柄吼，福强官柄。
啊，这服装官兵的意思是讲，那四年人伊那老长头长的是代表讲，伊是服装上帝的官兵，伊上帝的面前是听探上帝意思的人。好靠顶的头章是福官兵，所以无尖头章是无骄傲、无背逆，也顺算上帝旨。啊，要甲恁请教吼，咱做妈妈听因母亲说吼，你敢会期待你的囡仔一世人无放纵私欲、无放纵吼、无放纵，啊，无去犯罪、无去做歹，啊，会当尊探上帝的意思，照上帝的教示来行。啊，这是我了解的那些你人的伊的意思是啥呢？当然，伊有一寡动作，这动作是在外口看会到的，都是后壁代表啥呢？所以，唔是将来做牧师，还是做总统，唔是做什么款代志，是做什么款人。伊上帝面前做一个无奉上、无犯罪、啊无背逆的人，我唔忙。咱的今日无听已经足大汉啦，咱就是会当，咱要未死前，咱会当替咱的今日祈祷。无听咱中间有少年人，也无惊钱，咱替咱将来惊钱祈祷。真正互人家做那细腻人，我感觉这汉那上宝贝，互我就是讲，伊会晓家伊的囝，这是宝贝啊囝，救啊到要死，所以我望伊的囝伫耶和华的面前，是一个无放纵、无犯罪、无背逆的人，按头来祈祷。伊要上帝，我看伊汉那伊的人生有足济苦读。互人误会，互人欺负，总是伊将一切艰苦带到你的面前。当你听伊的祈祷，像是一个细囝时，伊阁会晓替这个囝子来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囝子一世人无放纵、无犯罪、无背逆，成做以色列人啊，一个拯救者，一个领导者。所以，阮唔忙，阮过母亲节的时，阮所有做爸爸妈妈。该当会记哩替阮的囝儿祈祷，由你将这款稳定，享受我每一个家庭，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